大家好，我是林千羽 Coffee，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话说我上个月就跟一个追紧我的男仔去看戏啦，看完戏就走回出来啦，突然间有个女人就走来我旁边拍我膊头，她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用中手啊，她的样子真的很真诚的，那好啦，那我就好啊好啊，这样用我一贯的态度啦，是吧，那我就拎起她的电话跟她自拍，切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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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你看 OK 不 OK 啊，她说我们拍完这张照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拍完啊，那我看过她，有八个人站在那里，原来她叫我揸机的。那呢我旁边那位男士呢，其实如果那刻她立刻笑呢我都会觉得好过一点，但很可惜她是没有反应的，那我可能她怕我尴尬，但这样令我更加尴尬，那所以那个男仔已经被我收了。我之后就很 humble 啦，个人即系有任何人同我讲话，哎，我哋可唔可以影张相？我系问佢，哦，帮你影定我哋影啊？